刚刚有人问我说：“你怎么穿这件衣服？”我说：“这个会的党国元老，我的号码是12号，所以我有这件连穿。我在那个人民议会，我也是议员啊。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上次在选举的时候，也刚好碰上一个选举，就是中华民国数学会也在办选举，就很荣幸的当上了理事长。”就代表中华民国数学会理事长，还有本来今天的会长是一定会来的，那一天我们参与市长还特地上的请柬到朱会，我陪他去哈。刚好今天我们在台北这个达当巴的那一个会场，他今天有一个讲座，时间中又不一样，也是下午再去。但是本来就别忘了来，他特别跟我讲，他说很抱歉。他应该要来，但是就是因为搞这个关系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到现场来。他要我特地为请各位包含抱歉啊！我们这个书会到现在来，将近20年。这个会我是说是全国不是最大的会，但是人最多的会。为什么？虽然只有将近200多个人的书会，但是你看看这个作品。130几件，中华民国书学会号称1000人，我们的会员咱只有100多件，真的有一点汗颜哈，不好意思啊，在这边说给大家听，就是感这个元序书会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会，他们向心力真的强，感谢我们的严老师长跟我们的吴老师啊，带领着所有的这些学生能跟大家来共同的来办这个书会哈，真的是非常的有向心力哦。不过今天来宾很多，我不讲太多，感谢各位啊，身体健康，谢谢。